睡不着，到底怎么了？大兔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有。那他喜欢你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也有喜欢的人，但是我喜欢的人呢，他不喜欢我。我还一直以为他喜欢我呢。你喜欢的人是谁啊？我喜欢。知道丢人，可是我难过，我忍不住，我真的真的真的忍不住啊！我想告诉他我喜欢他，可是我不能告诉他。哎，他不喜欢我。大兔，如果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，你会不会像我一样难过？会不会也像我一样丢人啊？我会难过。所以你不能笑话我。如果那天换作是你在那儿的话，你也会哭的。我没笑话你，我只是心疼你。跟你说完这些，我好多。你知道吗？你是我永远永远的好朋友，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。他不喜欢我，我也不想喜欢他。回去吧。你如果真的在乎，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？下去闭嘴！大半夜不睡觉，好丧啊！对不起啊，阿姨。楼上的朋友，你们好。哎呀！夏菊，你要是再瞎嚷嚷，我就把你种在这儿。不嚷了，不嚷了。扶好了。我喜欢你。
夏菊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大土啊。你记住了啊，我是陆十一。你要是再把我认成别人，我就把你扔在垃圾桶里，你信不信？上来。那么凶。你上不上来？上。你背好我了。啊，等一下。嗯，你别碰我。不。嘘，别。下来。不要，我要睡觉，你不要吵我。行。哎。嗯。冯阿姨。阿姨。别叫我阿姨。闭嘴。谁叫你？冯阿姨。阿姨。你能不能不要吵我？你能不能不要动了？阿姨是我，我是十一阿姨。哎，哎，你别轰我了。